是，还行吧。怎么有僵尸呀？这你是算好的吗？这个时间？对呀、啊。就反正就插刀了，他就狗咬。要么震慑，要么那什么，要么就是救不下来。不，要么震慑，要么过半，然后这把是又过半又震慑。他不想吃震慑，这就是救魔术师就这样。不，我感觉你这个时间掐的有点好吧？你是说笑的吧？我操！我天天带狗，好吧？但你也能插刀的时间，然后跟这个时间完美的契合，能算得这么好吗？刚好凑巧吧？不可能！你自己弹两把你都知道了，很简单的。就故意打个椅子刀，然后……哦，对，反正就是他要救救震慑。不正式，反正那个插刀时间正好是狗咬，这也可以啊。那你这个套路有点高深啊。这个就不好找了，救人快的话。我操，还想撞我？一厘米撞。放弃了。
这把你有点秀啊。